天气转冷，许多人通过进食牛羊肉滋养身体，有效御寒。羊肉含有较高的热量，帮助暖室养胃，且羊肉味道鲜美，肉质细嫩，营养价值高，适合月经期间的女性食用。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女性经期进食羊肉有哪些具体好处。一、羊肉味道鲜美，肉质细腻，性温和，具有益气补血的作用。因为富含蛋白质、脂肪、维生素 B1、维生素 B2、烟酸、胆甘醇、铁元素、钙元素、磷元素等，适合女性经期滋养身体。服用羊肉汤可以缓解女性心脾气虚引起的气短、乏力、心悸、失眠等症状，还能一定程度上改善血虚寒凝导致的脉管炎。二、食用羊肉可以提高抵抗力，许多女性在月经期经身体流失较多血液，容易出现贫血、身体虚弱问题，羊肉中的营养成分可以提高女性抵抗力，缓解经期不适，并且羊肉还有强筋骨、活血通络的作用。三、月经不调是不少女性容易出现的症状，不仅给自身健康造成危害，还影响以后的生育问题，因此必须引起重视，做好防寒暖身工作。羊肉的驱寒效果比较明显，多喝羊肉汤对女性身体帮助较大，可以抵御风寒，滋补身体，缓解体虚怕冷、腰酸背痛、面黄肌瘦、气血亏损等症状。四、通过进食羊肉可以补充蛋白质，羊肉属于瘦肉，能够缓解月经期间失血亏损症状。从中医的角度来看，羊肉属于温补食材，如果身体过寒导致血气不畅，可以通过进食羊肉改善。以上就是女性在月经期间进食羊肉的好处。因为女性经期容易受寒，容易出现各种不适症状，可选择羊肉作为滋补身体的食材，多喝羊肉汤达到驱寒的效果。但是也要注意不可过量，要禁忌凡事适可而止，过犹不及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